原标题：武士霍去世后，武则天在父亲棺材中放一件东西，将他母亲看懵了。武则天的父亲武士霍去世后，被归葬在老家滨州。武士霍的棺木在下葬时，武则天当时是12岁，她往棺材中放了一个荷包。当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问荷包里装有什么东西时，武则天的回答让杨氏感到了深深的震撼。您想要知道事情的经过，那就让小编给您从头揭秘。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，感谢原作者，如侵犯您的权利，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。图片与内容无关，请勿对号入座。唐朝有一个凌烟阁，上面悬挂着24位功臣的画像，从赵国公长孙无忌到胡国公秦叔宝，里面并没有武士霍的名字，但谁也不能否认武士霍神医一般的存在，因为这位生前做过工部尚书、荆州都督，被封为英国公。武则天称帝后，死去的武士霍又被封为太原郡王，以及风光无限的太祖无上孝明高皇帝。武士霍之所以不被李世民重视，小编认为有两点：第一，他是李渊的股肱老臣；第二，他死得有些早，也就是说，贞观643年，李世民平定凌烟阁24位功臣时，武士霍早在635年已经去世了。武士霍是怎么死的？是伤心伤死的，亦可说是追随李渊而去。武士霍跟着李渊一路造反，两个人的私交绝对杠杠的。李渊在635年5月驾崩，武士霍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。虽然唐太宗多次派名医前去诊治，可是武士霍最后还是吐血而亡，将生命定格在了59岁。武士霍虽然不是李世民的创业班底，但却是大唐的忠臣。为表彰他的赤胆忠心，李世民传旨，不仅将武士霍归葬在滨州的老家，而且丧礼由滨州大都督李世济主持，丧葬费全部由朝廷足额拨款。武士霍去世时一共有5个孩子，他的前妻乡李氏为他生了2个生子，武元庆和武元爽，去咸阳氏为他生下了3个女儿，韩国夫人武顺、武则天以及郭孝慎夫人武氏。父亲去世，这5个孩子哀乐低回声中披麻戴孝，在悲伤痛苦中追思父亲对自己的谆谆教导，这个就不用说了。在封棺的一刻，按照唐朝的礼制，武士霍的5个孩子都要往棺材中放入一样代表自己孝心的东西，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，并寓意时时刻刻都陪伴在父亲的身边。武元庆放了9颗珍珠，武元爽放了1尊小玉佛，武顺因为还未成年，他放了1幅刺绣的仙境图，而武氏因为还不懂事，杨氏代替女儿往丈夫的棺材中放了一个用小女儿秀发编织的吉祥戒。武则天往父亲的棺木中放了一个手掌大小的荷包。武士霍去世，杨氏和3个女儿成了孤儿寡母，在家乡饱受其堂兄武为良、武怀孕及武元爽等人的白眼，世态炎凉：你来的也太快了，武士霍，你这个死鬼，你死的太早了，孩子还未成年。杨氏心中充满愤怒的呐喊，听到的人只有他自己一个。3个月以后，杨氏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念头，领着3个女儿来到京城居住。武士霍去世的阴影在武氏家族散去后，杨氏这才有时间问武则天，放在父亲棺木中的荷包里究竟装着什么东西。武则天回答：蚯蚓。杨氏听到这个近乎荒唐的回答，吓了一大跳。一旦武则天的荷包里装的是蚯蚓的事儿传开，天下人还不得一起笑话武家的女儿没有教养。可是武则天接下来的回答却让杨氏惊呆了。在传说中，猫有9条命，而蚯蚓自知有6条命，与其猎死不由苟活，这一点蚯蚓做到了。李渊去世，武士霍可以悲伤，
却不应该悲伤过度。殉死于后，他的死除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臣之外，真的是没有任何一点价值。他还有很多需要干的事业没有干，留下了孤女寡妇被人欺凌，甚至他的画像凌烟阁都没有登上去。武士祸，你这样死有意义吗？与其烈死不由苟活，武则天就是靠着这八个字，从637年他以才人的身份进宫，面对冷落、排挤、猜忌、被逐以及出家的考验，武则天忍辱负重，不放过任何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。终于在655年，他用了18年的努力登上了皇后的宝座。蚯蚓虽然卑微，但依然可以被当作励志的目标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